啊，大家好，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双通道雪花机的使用方法。好，我们这个版本呢是遥控器然后加手动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没有遥控器的啊，就是没有这个遥控器的，就是纯手动的。这东西收到之后呢，是一个这样的雪花机，然后一个遥控器，还有一个充电器啊。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电接上啊，这是插口，把这个电接上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电接上，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因为两个风扇马力会比较强劲一点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遥控器，这个就是遥控器开关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遥控器啊，这个距离不要太远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我们先把它打开，啊，这效果还是很好的，来看到了吧？啊，就是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比如说把这个魔术桌打开挡下，或者说你在你的桌子前面放一些东西，能把它挡住就可以了。